是小叮当，今天是清空泥架子的第一天，这些全都是艾玛姐姐家的。今天我准备把它们都混了，混泥要用大碗。第一个，先来这个抹茶仔仔，哇，这个颜色，笑泡了还是这么清透好看。第二个，来一个没笑泡的偷泰吧，不灵不灵的。也是这么画，这些小星星要出来。哟呵，这两个泥放在一起颜色还挺好看。来一个粉色小可爱吧。这些泥少说放了也有一年了吧，哇，好难抠呀，就这样吧。再来一个胡萝卜，能不能来一个不化的泥让我看一下，敢不敢？哎呦我的天，今天的评论区肯定会有人说我在玩翔，嘴下留情哈。再来一个牛油果，希望不要一律毁所有。再来一个透泰，哎，这个咋是没玩过的？哇，这也太清透了吧，感觉像水一样。再来一个小熊熊，居然没化，手感还这么好。原木奶砖，这个也没化。这个是好嗨呀，欧泡果奶。最后一个，一点点奶茶，还是浓浓的奶茶香味。天呀，感觉像在玩浆糊，不行了，先滴水拯救一下吧。天呀，我的爪爪。天呀，这么大一块都拿不动了，只能这样随便扯扯了。还好很容易就混合，不然这个麒麟臂是妥妥的了。好啦，每日一问，你们还想看谁家的起泡胶大混泥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拜拜。